画面上的这个女孩名字叫韩苗可，外表清秀，身材高挑的她原本是韩国一位小有名气的模特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她对自己的面部还是不够满意。从28岁第一次接受整容手术开始，韩苗可就走上了不归路。移居日本之后，她相继接受了多次面部整容手术，逐渐的整容成瘾，后来甚至连医生都拒绝再为她进行整容。但不甘心的韩苗可硬是自己动手整起容来。 为了让自己的皮肤具有弹性，他曾经把一整瓶从黑市上购买的硅树脂材料注射到自己脸上，用完之后，他又向脸上注射食用油。 3番5次折腾之后，韩苗可原本清秀的面庞肿成了这副恐怖的模样。